係少少睇啦。嗰位俾翻另一個位喎，一號小三啊。邊個俾廿八啊？邊個俾廿八啊？嚇？三十六啊？黃家豪。係啊，要睇我邊個。第三次先攞十分啊！好得分能力好大喎，即係證明對方係要防守嘅情況。好有信心啊！呢個一號兩次真係中廿六分，廿七比十喎，拋離咗好多分啊！哇，爭啲。高位有啊，呢、這個今次高位唔要錢喎，俾阿啲 easy 啊，冇壓力就阿啲就真係好輕鬆啊，真係。比例喎，八十三我都話唔得啦。自己籃板自己製造兩分啊！打到我廿八兩球啊！廿八兩球。係啊，自己製造兩分。十四比廿九啊，連四廿八連攞四分啊！喂，過埋添啊！壓力啊！呢個三十四號俾唔到壓力佢。已經係叉燒程度啊！呢杯叉燒麵。哎哇！對抗性好強啊，空中對抗又可以入波。好瘦咗啦。唔係啊，阿武個。我話張晨曬。唔係我意思係六十九喺空中俾你對抗，佢仲可以調整可以入波。二百萬蚊。你睇得好清楚，我唔知話咩先。自己籃板啊，廿六球，十四秒內。好。哇，好靚嗰個板。哦，個籃板三十四。三十四，好啊，直接俾三十四啊，唔使。點翻？廿二秒，直接交俾對方啊，呢個三十六。佢意識係啱嘅，唔夠高啫。吸翻個，轉翻左手唔入。走步，落波慢咗啊！呢球接波之後先做差步動作，如果係跨半步就射上籃。夠力嘅話，你用跨完之後就放波咁啊！仲夠空曬，冇位啊 ！check 得好靚啊，呢個廿九號 double check 啊，兩個都似樣啊，呢個廿九號廿八號，好亂啊！呢段時間兩邊都啊，即係冇一個好嘅進攻機會。反而阿天係好啲，阿天對住呢個三十四號有著數啊！呢個搭鯊魚啊！三食三飯，好彩呢個年少啊，年青人啊，應該唔好咁容易受傷係啊。三食三飯，入到先有得回。
少。唔係短中長咩？係，但係都係短短。都啱嘅，都唔知球證點。我有個問題。我話狗自己嚟啦，轉右手唔得啊！哇，好強啊呢項反應！對抗性啊！呢狗，邊個傳俾佢啊？黃家豪。追剩咗十二分都唔錯，因為兩邊都冇乜攻勢，始終都即冇乜把握，冇乜分過。經過兩球天花板，不是啊，天花板是四次啊，天花板是第四次，第五次就兩球，第五次天花板，第五次的天花板呢球兩球又細嘅，剩翻十分喎，嗰個入球一球。入一。33-22啊，紅色領先11分。比賽時間1分鐘。冇得運
数33-23，红七零先。